刚刚家就温暖了哈，特别甜哎，感谢您的陪伴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安排我们下一位歌手，是来自彰化的宝儿。来，宝儿要唱什么歌？到时你就知，不是我你摇哦，这条怪歌名叫做《到时你就知》。嘿，嗯，嘿，你好，你好，新年快乐。新人啊，他戴口罩都没在听，我那种以为呢，摄影的好朋友哈，你在龙北花，哎，真的呢，我觉得看节目能够看到去买专业的摄影机。对，通常摄影机我看到很多人都是去拍那个什么，好山好水，对啊，风景，风景，风景。阿哥，我看坏你的摄影机都来拍美女。